去买东西而已，停不到一秒就掉下来了。小孩子在他病房里面。那时候妈妈跟小朋友都是坐后面的。对对对对，好了，先这样子啊，我没有办法聊了。哇，大哥，当时你们是要回家吗，还是怎么样？没有，没有，去买东西而已。当时去买东西。从哪里要去？从家里啊？对，在附近而已。哦，买个东啊，所以就暂停在全家。没有暂停，就停不到一秒就掉下来了。哦，要下车去买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对。那时候妈妈跟小朋友都是坐后面的。对对对。好了，先这样子啊，我没有办法聊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现在医院拿了，然后可过掉了，现在还在插管，他现在等那个把里面清除，现在这三天是危急时间。